好，大家请提。请喝茶。向后头一问去，互相问去。阿弥陀佛。好，我们等一下哈。弄下直播。师兄，各位师兄，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做一下今天的那个，然后后面再复习一下哈。那今天就是开始讲到，就因为法本身它不是那么是不得已哈，佛菩萨他是用他的世外辩才哈，去尽量的把不可言说的法，把它讲出来哈。那方便大家用譬喻的方式来了解哈，所以今天的一开始就法不如来，欲同非喻，譬喻就好像不是没办法去，非喻就是没办法准确的去譬喻那个法界缘起不可思议的法，它不是那么啊，说只有一分相似啊，就只有一分的相似。来讲解这个法，啊，为什么呢？何者就是，啊，今天师父有特别讲这个猪啊，因为我们常常会看猪啊，猪跟猪之间，猪是有一个猪相嘛，啊，所以一个猪它只能映射，啊，例如说我们自己在观想这个帝王天珠，我们观想的猪，啊，跟第四皇天就是玉皇大帝。就是我们佛教的33天的天主，他有个大殿，他有个大殿，大殿里面在华严经里面有讲，他有个大殿，他的前面有一个像我们这投影的墙壁，这样，他那个前面的墙壁哈，这边没有墙，就是在华严经，他有个墙壁，他可以看到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在他那面墙里面，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包括最细微，包括一只蚂蚁，好的，里面的所有的内脏啊什么，它通通都可以在那面墙里面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好，那我们观想这猪，我们就是有限的观察，一颗猪就实体的眼前的一颗猪，猪猪之间可以互相映射，好，我们还是没办法很清楚的观察，而且我们还会着于猪相。所以师父今天有讲，所以之前那个我们师公智玉老和尚在注解的时候，他说要用珠光去想这个法界之间的互相含摄的关系，但是珠跟珠之间你很难去了解它有共同的体性，所以今天师父有用海水都是同一个水性的体性，其实珠还有同一体性。那在华严的实权来讲，啊，不管是珠是水，啊，还是任何的东西，但是它都是同一体性，跟我们佛性都是同一体性，啊，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啊，所以它能够形容的是有限的，它还是有一个有相的，啊，人家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还是一个有相的去分别去观察，哦，你还是无法去体会到那不生不灭无相，哦，不可思议可以化现一切的那种境界的那个法界缘起的那种作用，还有它的运作的方式，那些一切法的究竟的地方你是没办法，哦，所以他底下是说，这个猪虽然可以互相得到它的影像，互相摄入，但是它的体质是各殊，就是猪，这个猪就是这个猪，那个猪是那个猪，你还没有办法去体会它的体性，哦，那海水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还有一个比喻也不错，就是我们的梦心，我们晚上做梦的梦心，你的梦可以
做 各式各样的签各种的法，但是他都不离开你的梦心，你能做梦的那个心，他可以幻现一切境界，好，但是不离你这一念心。你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一般的人都会去那个攀援梦境中的有相的境界，我今天晚上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梦，除非你对于这个误解这个一切法的心性，对一切法的性质，你的观心成就了，所以你就可以在做梦当中不为一切的梦象所迷惑，你看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心很迷，我们现在清醒，没有在做梦，我们还可以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到梦境里面，那个心更迷迷惑，所以要在我们现在当下不是到梦里面才梦，其实也可以修，但是要从我们现在当下的观行，还有这个修持，还有我们的观察体系去养成习惯养成我们说习气嘛习气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凡夫的习气，一个是佛的习气习气就是不断不断的去修广话说千遍，它就会变成真理同样的，我们熏修也是从律圆真一直不断不断的熏习熏习熏习到你的观念你的想法全部都是这个的时候，你在梦中即使是不去刻意去没有刻意去修，也是心里会在觉悟到那个梦心的梦性不会被那个相所迷惑这个其实是可以修的所以修行不是 只是在清醒的时候修梦里也可以修但是要以梦醒没有做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时候讲各式各样的光行去修我最近礼拜天我们准备要那个妙觉要考试，这次有一科叫做这个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它里面就有讲觉不觉那觉它又有分本觉跟死觉，你死觉就是要契合于本觉本觉就是我们法身，就是这个一切的空性，其实它跟我们华严一样的，你要体会海浪只是浪相不觉的时候会在浪相里面去打转，在各式各样境界打转那你就要体会到本觉是性海就是它的水性，就是它的空性两个都要死觉之智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个心要去契合本觉的本这个性海的本体两个要互相不断的观察，所以我们学死教宗教你跟法界观一样，你事物外观你已经有对空性有些了解了，你要不断的修理事物外观，里面十种观行很重要十种观行你要修到纯熟了，你才有办法进入顿教今天我再复习一下死教宗教顿教圆教，死教叫做先破我破我执俱生我执然后但是他破我执他还有执着有一个法存在就我们顺便复习一下，还有执着有一个法存在，所以他只有法我名相可得，最后是诸法大明宗还有一个法你可以翻到那个理事无碍第二门死教前面他就讲最后就是诸法大明宗只有名相但是他还执着一个名相小乘教他有执着法，所以你跟那个小乘教说大乘教他会跟你争论因为他很执着那个法
但是大乘教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你对法，若心取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取法相，好，法相就是一切法，好，就是像二乘人，他就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那取非法相，就是你对于空，对于你所修证的，包括你修到顿教，修到华严三昧，你还对于你华严三昧起了执着，这都是非法，已经离开对法的执着了。但是他还对非法起的执着，他还是找我人众生受者，所以这都要很小心，这都已经变名相，都还是名相，所以到了死叫他叫破你名相，你的名相都是邪，都要破掉，要修两种观，到最后死教，我们要到宗教前面的前面几页哈，里面他就有叫我们修两种观，一个叫做无相观，一个叫做无生观，好。有没有真实的相可得？没有真实的相可得。好，不同的宗法界的众生所看的最大的局，就是不同法界的众生，包括我们的干法人道，有的人喜欢川普，有的人不喜欢川普。好，这就是都是相哦，所以都没有一个真实的相可存了。到底是这川普是应该喜欢还是不喜欢？哦、所以还不能落相，连无相都还无相，无生就是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性才能够无生、那到了死教他就什么都破掉了，变空、真空观、所以这到死教他就讲已经在修真空观，最后有讲到类似修真空观、在注解里面有，然后还也要放下，就要进入第三个大乘宗教，理事无外观，理可以出一切事，理人成事，理可以成一切的事，你眼前一切的事都能够显出理，它都是缘起，因缘空。我们在真空观的时候不是修因缘空吗？都是因缘所成，没有一个自性可得，它也有衔接死教的后面的无生观跟无相观的概念，到后面，所以他就用十种的方式去修理事无外观，用法界观的第二观叫做理事无外观，他跟他是一样的，但是你这个修还是有作意啊，我们知道那个十地菩萨在那个大乘起信论里面讲，他讲有六种染心，三种是叫做相应法，心相应法，有三种是心不相应法，三种心不相应法是哪三种？最后心不相应法，第一个叫做色，他已经八地菩萨他已经对于一些色都已经破掉，所以他可以随缘自在，你看观音菩萨他马上从初地就是修大悲咒，马上就超到八地，他就可以普门了，破了色身，他一生可以现无量身，无量身可以聚一生。你看那个地藏经里面也是啊，地藏 无量无边的地藏菩萨全部都 聚集到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刀立天的天，然后佛陀就可以一手可以摸所有的那个，这个就是八地菩萨阿弥破了色不相应，色不相应，这是人所见的境界，然后到了九地菩萨，他是就是那个心不相应，就是人界的心也不可得，人界的心他也破掉，最后才是十地要进入妙觉，他是业，要破业不可思议，就是所以就是理事无外观，要这还是有前面的七地以前都还是有思，还是有修一个中道实相观，他还是有作意专门再去修，修到行起解决，我们把这观真空观最后一个叫做行起解决，你修观已经成就了，不用刻意思议也可以成就，就三昧现前，不用刻意去推它，它也会现前，也可以这个境界也可以现前，他就进入八地菩萨。那就是进入了
啊，顿教，顿教就是不可思议啊，你不用刻意去做啊，就可以那个，但是他还是执着于一经法一真法界破了一切相啊，他跟华严的原教又还差一截，原教他是啊，他能够更广泛的运用一可以骗取一切，好像这个太阳哦，月日光，它可以照到所有的江河大地，所有的水气当中，好、哦，所以那个楞严经就讲上之前我们有分享过啊，好、哦，性空真火，性火真空，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啊、哦。啊，随众生心因所思量，随着众生的心，他就可以因所思量。啊，佛是不动的，但是他可以随众生。就今天我们有讲了，后面毗卢遮那佛，他可以随众生心因所思量，他就可以讲到后面就是他可以随缘示现。啊，因为他有圆满报身啊。啊，我们看最后面的那个偈颂啊，卢舍那佛过去行。啊，这就是圆满报身，可以让一切清净，无量无边无际，自在遍满啊。这个毗卢遮那个卢舍那佛，他是周遍的啊，他有周遍性啊，全部都是庄严圆满，通通都是清净的啊。那法身呢？法身就他就有办法去变现，因为他已经有前面的，他有周遍嘛。那法身就可以利用。这个报身佛的周遍，啊，他就可以切无量的音声，所以今天师父说三声是一声，一声是三声，啊，他就可以示现种种色相，啊，我们刚刚有讲八地菩萨以上，他就可以，啊，其实不用到八地啦，哦，只是八地他是更圆满，啊，更是无碍，啊，啊，十方受化弥不现，十方都可以受他交往，没有。不限的，啊，那这次再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在原教的时候有讲过，跟十玄门的这个叫做第九唯心回转相应门，啊，你的心，你现在所修的行为，啊，它是顺于法性，就我们佛性，还是不顺于我们的，还是回应我们的法性佛性？上次也有讲过啊，持咒啊，哦，你专心的持咒，持到一心不乱，可以跟自己的心性相应，啊，就念佛性，你可以跟契入到念佛性，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佛山哈，啊，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哈，啊，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哈，啊，因为有些人没听到。可能有些人看影片就分享到，你要念佛念到你可以啊，契悟到念佛性啊，你佛三、佛四、佛五、佛六、佛七、佛七，你已经契悟到那个性哈，啊，你就不会觉得累啊。每天都，而且你要从平常就开始练，不是到了佛三、佛四、佛五、佛六、佛七才来练啊。初学者。可以借于佛七、佛三，好，找到方向。但是你要到佛三、佛四、佛七，就要平常就要念佛，念到习惯了，你来这边习惯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念七天，你也不会觉得累，就跟平常，只是平常是有很多失误，对不对？我们就是小火在烧水。到了佛七的时候，是专心修，就是猛火来烧这个水。这个心水，我们心中的这个心水，让它滚开，啊，滚开，它水都气化掉了，就周遍，啊，气悟到它的本性当中，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法法都是互相有关系的，啊，啊，好，向大家去慢慢分享，那么多。我是师父大家早晨哈，我今天已经把那个华严教观呢，这个已经全部释，释脱已经解脱完毕哈。
那我们再回想当时我们上十全门的时候啊，或者上那个直观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怎么这么难念呢、啊？那现在呢，把现在已经把这个直教直观那个圆教法性圆满的完成以后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十全门啊，你就会想到说，原来呢十全门呢就是一真法界里面个别个别的那个次第呢，依照一定的次第慢慢走上去呢，到最后第十个就是脱世贤法真谛。那脱世贤法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借用佛陀的智慧，他说法呢，我们要利用佛陀说的法，然后产生出我们自己的智慧，用智慧呢来解决问题。所以呢，智慧呢能分别事相而显其理，啊理呢不自显，借事而显。理以事显，事以理成，智者察事，便知其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就是要得到佛陀最后最殊胜的智慧，用智慧呢来解决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学那个这个空性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那个最深的那个缘起法门，最深奥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呢，你了解了这一切呢，那你对于任何事情呢，你可能呢。心象上会比较可以放下，因为事实上都是在这个一真法界里面啊，你走过的一定会留下痕迹啊，就像那个天诛地亡一样，你做过的它会一直反射回来，大家互相归因的。所以就是虽然是看起来是错综复杂，但是呢实际上呢它呢都是由我们自己很明显走过的路线。所以你了解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对于呢，我们自己的行持上呢，就可以稍加的检点。谢谢。我是向师姐阿弥陀佛。那从2012年9月份，我来这边上这个华严课程，就刚班长提到这个做梦中也能修，这个梦中是今天这个我就分享一下。因为我是因为疗房的因缘，那来到这个欣赏室，那后来班长也要找一个这个华严课程，要不要来上？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想，这么远的路程要来上。那时候其实一天晚上我真的做一个梦，那个梦的境界就是有那个翻盖在上面。然后那个整个是在虚空的一个城中，然后那个山壁有一些像白色，就像刚才讲到天诛地亡的白色的，它拉成了一个网。那在这个当下，我想，这是什么境界？怎么讲？这是做梦在梦中。但忽然又听到有一个人说：“啊，有人说不结婚了。”把我们讲结婚的什么东西他都丢了，就是那个什么婚纱头纱啦，反正那些装饰通通丢了，往风中抛去啊。这个后来醒了之后我就在想啊，那这不是应该要左右就是一个华严境界，那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法师要开这个华严课，应该是要来。所以因为这样子梦中的一个机制，所以我就决定说，虽然路途有点远，我还是来上这个课程，跟大家来分享。阿弥陀佛。对呀、啊，那个师姐很有善根啊。既然要听之前还会有这种梦境啊，真的很棒。这我们今天这个华严三昧门啊。唯密法无量劫难闻啊，精进智慧者难闻啊，如来藏啊，真的是实在是不容易，能够听这样，然后一直跟着下来。我们这好像都要专修华严，来这里以后一直都只有听到华严的经，其他你就没有再涉猎啊。但是像我们回去有个复习，然后再听师父这样子讲，真的是越闻就越深入，就越有那个滋味哈，就越爱听这样。听了不管回去听还是在这里听，或自己看，都是很高兴。
所以我觉得说听能够听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哈，大家每一位同修大家都很友善，跟才能一起来这边听，终于完成这个华严三昧门，然后下面又有继续，所以我觉得这样一门深入，直接攻这一门，就是很好的，师父这样的安排是很棒的哈，也是很感谢师父讲的今天讲的这些，比如说今天讲说。如果此地有十方三世诸佛都在，那处处皆都有十方三世诸佛同在。这个以前我是没办法感受，那今天师父讲这个法，让我觉得说，那个天珠上点一个黑点，千珠都现一个黑点，这么譬喻，就让我联想到，是的，应该是这样，心里就会比较有那种信受，比较很信受，原来是这样的啊，所以会讲，所以说会有这种法化报啊，接一而三，三而一，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没办法感受，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众生的心呐，没有信心呐，根基不足啊，非法的错过错都是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说。这边有什么？都是自身心中的众生啊，所以要调伏一切众生，要先调伏自己身心中的众生，先调伏才有办法来，想说跟别人讲什么讲什么，不然一切都是动念即乖。谢谢。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其实就是真的感觉又是死过一次的啊，真的让你在那个手术台上啊，深切的在体会，不能让当然呢，我们学佛的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当然是第一次听到。那个护理师说麻醉开始了后面就不见了，真的就是不见了，你人的视心哈，再怎么样哈，他很清楚，真的他麻醉下去也就不见，可是真的这样长久的学习哈，我这一次带给我的是什么感受，当我麻醉一醒过来的第一念就是佛号那么还没走了，没走，真的，我真的这边脑子讲这句话，你麻醉醒过来，痛的同时哈，那个就是还没走，还没走，还没走，没有，我就是那么一念呐、我不晓得，可是以前我没有过这样子，以前没有，以前还不晓得，但是这一次真的让你醒过来，在痛的那一念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感觉我到后来我就觉得我管你的，我还是我的念出声，但是有没有念出声我不知道，但我真的就是知道说我就是在念佛啊，连那护理师问你怎么样啊，我就讲阿弥陀佛，那真的痛啊，然后他说我没被你打止痛针那我还是继续念，那他以为我在干嘛，我也不知道。真的这一念一直念就出开刀黄刀回去病房，就是这样子一直持续的这一念。那怎么样来做也没有但是只知道说我要念佛，我要念佛，一心要放在这个佛号上面，就是这样子而已。第二个真的这一次我这是昨天的事情而已昨天是我回诊的时间，开刀后的第一次回诊，就让我遇到两件事，就第一件就是要先照 X 光，那照 X 光它里面有一个志工，那个志工里面有
长居常见的长人的翅膀，那个翅膀是怎么小小那老老的，那不高这样子啊？知道，你知道哈、啊？就那一个，他会这么多人那个里面吗？他就来关怀我。我说哎，你那个衣服先脱了。我说还没完成报道，因为你抽号码牌，他跟柜台报道以后才拿到那号码牌，再去到处逛啊。啊，没关系，你先说，把单子给我，你回诊啊。我拿看我单子，知道我回诊。他就直接不用等号码，他就直接帮我拿着就到柜台去。那这个回诊的就马上帮我处理，是吧？他处理好，他就帮我。然后呢，他处理好过来的时候，我那当下就是一个合掌，啊，感恩。这样子，但是以前我的脾气还是我的动作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居然我就是这样子，不是这样你得到了什么呢？那后续的帮忙还继续还存着，然后呢，他们拿到 X 光是跟那个啊赵人讲啊，然后呢他就回过头来，那还在等几个，你那个衣服先穿上，把、啊、外套先穿起来，因为我就脱的只剩下一个内衣了，啊，因为照 X 光。啊，他很关怀，还在你先把衣服先穿上啊，啊，马上轮到你了，包括你那贵人那些的，这一瞬间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一面要柔软心哈、啊，你会挂在你的外面，啊，别人会感受到你，然后呢，这么多一个 X 光室里面的人，他会过来特别的就。会来关心你，我不晓得，这是一个缘啊，一个缘 啊, 啊。然后后来我到这个这一关好了，我必须到那个肿瘤科去，肿瘤科要门诊前又要做这个检查，什么量血压啦，好像身高体重。量身高体重的时候呢，那个护理师，他其实他每个人都有。我之前我们台嘛哈、啊，他那个护理是特别贴心，他就会每一个要上去量身高体重的人，因为必须把鞋子脱掉，然后你们去站上去量身高体重，那他很贴心的就会扶一下啊，扶一下这个患者这样子，那别人说能够扶归扶啊，我是到我的时候我就很不自觉的会跟他讲说，哦你真好哎、啊，哦你这样很贴心呐、啊。啊，这样感觉很贴心，我感觉你很贴心这样子，我就会把这个话就讲出来，讲出来，然后说我对我们这些老人家哈、哦，都有点像晕晕的人哈、哦，我感觉这样子的哈，你真的是很贴心。那一听到我说晕晕的，那马上就哇，你赶快啊，你先坐下来，你先坐下来，好、哦，坐下来，那就。跟旁边的那个护理师讲，护理师马上打电话到诊间去，跟我的主治医师讲，你的病人啊，什么名字，他的病历号几号啊，他现在头有点晕晕的，啊，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过去，我就跳号到前面了。其实我本意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本意是说感谢他这么贴心对老人家。哦，你会扶一下，避免他会跌倒或怎么样，注意他的安全。啊、哦，我感谢他这么贴心。可是你得到的就是，后来他就是因为他跟诊间讲，诊间后来哦跳号跳到前面去。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人哈、哦，真的你知道，也是必须学佛这么久的啊、哦，但师父也告诉我们。啊、哦，你在你自己在学的时候，在学你自己啦、啊，不是学着来教训别人啦、啊。啊、哦，你怎么样在怎么样的变化自己改造自己，才是真正的重要。啊、哦，那这一次的这个啊，我觉得就是昨天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而已，我今天拿出来讲。那最后一件事情很好笑，啊、哦，就是今天早上一醒来。因为我今天因为要用车子啊，我必须要送我同修到工厂去，我必须跟他一起起床就对了，
哦，一直洗澡，然后送他去工厂，然后我自己再开车过来。一想过来，我就说，看，我又被蚊子叮了三个，一二三，我说，啊，我没有嘞，啊，我一个都没有啊，啊，我说，我笑笑说，你看，我跟你讲啊，不要打他们嘛，因为我同学，他就是那个习惯就没办法改，啊，常常早上一起床啊，灯一打亮。哦，现在打蚊子了，蚊子的啪啪啪就打。我常常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你他们也没惹你，没惹我，他晚上会叮我。他现在有叮你吗？没有，他说没有啊，对啊，没有啊，晚上是晚上的事啊。啊、哦，我是以前常常是跟他讲这句话，但今天他自己知道，没有蚊子，我们两个睡在旁边啊。那你被叮了三个，我一个都没有，啊，我也不感觉这有蚊子。其实这个只是说，我们平常的心哈、啊，我们既然学佛了，要放下，要柔软，啊，要知道要这个众生呐、啊，啊，要视众生如己啊，啊，就是。自己认真正的感受呀、啊，那么我们生命嘛，其实都是一样的，众生生命跟自己生命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我真正的感受，这样子啊，要也是借着机会哈、啊，我感谢呀、啊，感恩师父哈、啊，在我这个开道现场，师父非常非常的关心，啊，我感恩师父啊，也师兄师姐啊，大家在这个群里面啊，也常常。就一直在鼓励我、哦、一直在功德回向给我，以至于就是说我这一次的这个开刀很、哦嗯、顺利，顺利到我昨天回诊的肿瘤科医生讲那句话，嗯，哎，你还好吗？他看着我，然后我看着他，我说就这样子啊，他说哦，那看起来很好嘞，然后我说是啊，就这样子啊，我说我、哦、别人。开一个会啊，开第二次啊，惊风啊，回诊的时候都是稀里哗啦的，啊，几乎不成人，不成人样。他说哈、啊，都稀里哗啦，不成人样。那、啊、可是你这样子看起来很好哎，啊，其实我是想哪位呢？本来他也不晓得说这是啊佛力加持啊，我曾经拿过妙解瑞丹给他过，啊，曾经拿给他的，感恩佛菩萨。我们师父啊，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师父，各位师姐，各位师兄，阿弥陀佛。今天感谢各位的师兄师姐的分享。因为刚才师兄讲的，也就表示我们的才是佛理无边。同时他也说大家的给他加持，我看这是好像师兄说的红头盘的，我看不出来是出演过的，真的厉害。刚才师兄讲的，蚊子的事情，我就想起我家里有蟑螂，我现在我想我儿子他会不会去处理，他也当着没看到一样。我现在就是有看他用徒手抓了，抓去又不敢把他捏紧，抓着就空手或者说就抓出去外面。那三更半夜，他尤其蟑螂晚上出来的，白天就很少看到，晚上出来怎么办？没看到了，不管他了，这样怎么办？以前没有邪佛的时候，就是用消毒的那些就打了。拖鞋不要打嘛，以前拖鞋打成这样，现在都不敢了。就是我们后期的声讨啊，就是心态就慈悲心就自然就出来了。啊，这是一点的我的经验啊。那我今天我们华严上面这里今天结束了，我是根基浅的，就是就听。很快要用不你无忧忘掉，因为没法子，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
这些都好，原始星空，星空原始都是，反正还是要继续慢慢看的、啊。刚才师父点出他那一句“无始习业过程重啊”，就是可能业障太重，就是学不好。不过还是要有决心的哈、哦，决心呢，内掉你就是会懒惰下来。就比如钻木取火嘛，你刚钻的时候，哎，有烟了，你再不认真的钻下去，它马上就熄掉了。所以有烟冒出来，你要再努力的去钻，那火就会出来了。这就是鼓励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用功下去。前几天我在途中问那个传田师兄，我说我念不下去了。他说你听就对了，你不管，你不要想太多了，你就是听了、啊，听久了你慢慢就知道了。好了，谢谢各位。嗯，那刚刚师傅不在这里了，就在不跟，就刚刚。这边师姐有讲过，她会来上华严的因缘，就是她晚上有梦到，一些殊胜的现象，然后，指明她就是也有帝王天珠啊那些啊，对，然后这边师父都有听到啊。那再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学这个华严，这已经三部论都已经学完了啊，其实不是只是学一个理论了。要把它运用到我们的法门当中。像我现在，我之前在普通是修主席观啊、中道实相观啊，那所以大部分都会以中道实相观为主轴啊。但是后来七年前，我本来也平常也有在念，但是没有念得非常，就有持续念，念了二十几年，到这边是更精进的哈。所以回复用功啊，就是中道实相观啊，跟这个，因为大中道实相观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无念，但是你很容易没办法去判别说，在无念当中哈，你这个是有觉性的无念，还是没有觉性的无念？好，是因为你在色界四禅天啊，第四禅的时候是无念嘛，无想天。你这个会不会落入了无记或断念？所以来到这边我是更亲近的，就是对于念佛啊、念佛观啊，尤其是念到师父有讲那个念佛三昧宝王论，就回复用功啊，念佛念到哎心不乱啊，就中道实相一下啊，然后就哎心没有乱，很清清楚楚啊，知道心里很清清楚。但是如果后来有念到，就爱在念佛，啊，回复用功，啊，那慢慢的念佛啊，不是只是念佛，一切法门，这我们后来前面有学过，啊，纯杂，啊，纯杂，你专修是一个纯嘛，哈，纯杂都是具的，啊，所以不只有念佛是修行，啊，拜忏，啊，持咒，啊，扫地。啊，通通都要体会这个我们修华严里面讲的，啊，所以死相就是不要找文思相，不要找我有修行的相，啊，你有修行就你马上就落入那个文思相，就是我们的名相，名相是，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但是也不要都是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啊，然后就空，什么都空啊，那还是会有问题啊。还是要以事无碍，不断的去练习，宗教要不断的去练习，这个其实跟法界观第二观一样，我们现在如果你对于空性有一些了解，你就要不断的去修习熟悉这个以事无碍观，这个还这里我刚刚有讲跟大家分享，就这礼拜天要庙学要考试嘛，就是这次有修那个大乘起信论啊，前面初地到七地之前的，都还是不断的修中道实相观，修到
大地的时候，它就是无起无，它就不断了，没有间断了，它就不需要刻意修，没有人所，啊，它就一再向到八地，它要透，所以你还是要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顿教，啊，顿教就行起解决，已经修到它自然就现前了，你不可思议，不用去思议它了。我在上面宝文论里面也有讲，他说就好像射箭，射到刚开始你不肯生疏，要慢就生疏，慢慢转成熟处，很熟了，随便一射都可以射中的时候，信手拈来都包括哪一支那个都可以射到你的目标的时候，啊，就顿教不可思议，那就体会到一遮法界里是外观修到非常的纯熟圆满。顿教，那只是顿教，你还没有办法一级一切非常运用自在啊，但还是要修一级一切，一切级好运用外，而且是不分割法界缘起是不可分割。其实五教止观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达到我们心性本来就是具有。好，你看那个地往天珠，它不是刻意去修，它才会变成说。多珠映射一珠，一珠可以引现多珠，而不是刻意去修的，它是本来就是如此的，而不是不假修行，本来就是如此。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功力不够，所以我们才要去除种种的障碍，最后这个法界缘起才会现前。所以到了圆教的时候，他就有讲好几个，就是嘛。离四相，即四相，其实在那个大乘起信论里面有讲，也讲到了，就是那个本觉里面它就有离四相即四相，就是如来藏心，虽然说宗教讲如来藏心，但是真正的如来藏心即四相即四相，圆教它也是这样，顿教也是这样，阿弥陀佛。大家都发展过了，你们有可以梦到帝王天珠啊，这么厉害啊！又抛下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我。是那个抛下的东西，他们抛下婚纱，抛下那个不要的，这些东西都不怕不怕。然后有一个 A 罗这样的电台，然后有一个商店，它也是白色的一个，一点当中有黄金，这样才好。哦，对呀。那这个不是黄金，这是彩虹。哦，那时候还没来听课，就对了。对，是这样子我才决定。哎，那这不叫华语，华语三个人啊，虽然路途有点，还是可以慢慢散步。哦，那时候是还没有开始来散。还没有，因为那时候来算两。对，啊，所以说是唐师兄有约你呀，啊，你还没有决定嘛。他就先给你梦到这个就对了，哎，啊，你怎么知道那个网子应该是跟华严有关啊？我那时候不知道，啊，是说师傅讲课一直讲，我今天才讲这个梦。你其实一开始很讲，就是说我讲这个梦，但是只是讲说，哎，这是华严经的，那应该是谁要来听我？这课程应该啊，因为虽然说肚子有点疼，因为在起节嘛，要来上课嘛，本身也很麻烦，那因为上课就要直系啊，不能上课又不上，是还是要做。他那个很像西方极乐世界树上，他也有罗网，也是很像那个帝王天珠。对，我说他那山，哎，就可以那山嘛，因为他是在半空中，并不是我们在。
那时候看到的应该肯定就是这个东西。对对对，但是不知道它是。哦，错，这个应该过去有这样的一种术士的因缘啊，所以他还在想要不要来呢？这个有这个佛菩萨应该现一个瑞相啊，他就下定决心，这个应该好像是菩萨要我去啊。好啊，今天听到地王天主这样啊，嗯，看起来大家都比我有善根呢。我讲了那么久，也没有，从来没什么对象啊。哎，那好，那么总而言之啊，哈，就是说，真的哈，你看这有这本有三部哈。八戒关门、五教本关、十玄门，哈，我应该是算是这两年啦，应该是差不多两年。没有，华严寺、五教十关就一年了。没有啦，啊，有一年。这三部总共要花两年时间。两年。对，五教十关。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五教两年。对，差不多三部总共两年啦。对，那么。基本上我是觉得是说也算蛮踏实的啊，这样带大家看过一次。啊，那当然，大家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接触啦。那我是十玄门，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那已经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了。啊，我刚出家的时候，我师父当时就是在带我们修学十玄门啊，这样子来。那他当时的修学是每个人来学习发表，然后他再给你提点提点这样子啊，不是他一直讲啊。那我的意思，总而言之，那时候到现在也是将近三十年了啊，将近30年啊。那这中间，也没有再去讲过了。但是华严的教义，因为净土的祖师，很多都会利用到华严的教义。啊，那还有我们在讲课，有时候常常一些注解，或者我师父他的注解，或者一些祖师的注解，他也是常常会引用华严经，或者华严中的这些所谓一层缘起的这些道理。再发挥啦，所以这义理老师不是说 也是不断的有在熏习啦，但是毕竟没有对我们度顺和尚就说这样从头到尾这么细细的看，那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你把他整篇他的作品从头到尾的每个字这样很踏实的看过，那种对于法的体会啊，相对来讲是更踏实啊。不然讲一起一切期间几乎学佛的人，第三天大概很多他就听到这句话了，这即是通通即是色，对不对啊？都听过了，但是就是说那种好像听过这句话，可是那种体会不是很深啊，说真的。那我相信这样大家算是很认真的这样啊，这三部作品我相信大概也是都是和尚，因为如果他还有其他作品大概我师父也会去注解，那应该可能就是都是和尚的所有这个导向我还是不敢去讲的啊，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他至少相信是可以说绝对是代表作了啊，还有没有其他作品我们不敢讲啊，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度顺和尚的代表作，还有整个华严宗的思想的开端，可以应该就是在啊，就这本书啊，有这三部啊，因为它是初祖嘛啊，因为接下来说整个华严宗的发展是承接着度顺和尚的思想。就是很像这样，那这三本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
那也是我们就所以说今天最后那首经吉他讲了，不是有精进智慧者是很难去听闻的，很难去听闻啊。我们能够很踏实，当然每个人得到多得到少啊，不尽然相同啊，但是总是啊多多少少啊，能够把它这样整个听下来啊，绝对有相当的受益啊，绝对有相当的受益。哦，还有你看，像我们邱大叔他讲。其实 我相信他也没有说特别精进念，特别的精进念佛，但是为什么会开刀？就会，这是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在听法上，还有在思维上，因为其实佛法身，它本来就是一体的吧，大家懂这意思吗？虽然你是听法，可是。他显现的是说，你自然而然会去念佛，你自然而然你会柔软，对不对？就是说，佛法身三宝，它本来就是一个一体的，只是说有时候用佛来跟你讲，有时候用法来跟你讲，有时候用身来跟你讲，有时候用中道实相来跟你讲，有时候跟你讲一真法界行，就是名相不同，观念不同，可是这个都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何其自信，本来清净，我们这个本性自信，就是有这些东西，有这么殊胜的东西啊。那只是就是说我们被染污了啊。但是我们现在透过听经闻法啊，透过这些开始有很认真的去发心去修。这当中他每天他其实是不断的在增长嘛，所以说遇到你看这样的一个生死的一个境界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害怕，或者不是那么无助甚至说很清楚自己应该要就是要念佛，什么都不要管。就是这样，冥冥之中，什么东西好像都特别的顺利的啊，连医生也是，都觉得说，就你开第二次到底想是要，不成人样的，现在怎么反正，我看你现在这次看起来好像比以前还要好啊，这是所以说我们还要有信心啊，还有信心，就我是觉得邱大叔这次等于说，当然我不是说羡慕他，但是说在就是说，看他讲起来就是说，那个法呢，现在在那已经不是语言文字了就是说，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很真实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像我都是用讲的，我是用讲的用想象的那这真正的死过真正死过一次其实他死过好几次了，但是这次死的比较庄严真的他这次死的非常死前就很庄严又重生也是很庄严，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相信就是说我看他也是真的是菩萨的视线他们说应该要对方要信心真的那真的说真的，进了手术台你跟郭台铭是平等的，他几千亿帮不上忙，真的真的是这样。他进去的时候，郭台铭如果是进手术室的时候，护士小姐也是跟他讲一样的话要打麻醉喽，然后他就开始不省人事，几千亿也帮不上。所以说，在手术台上真的就是什么，就是只有看你真正福德之良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如果再醒来是真的重伤没有的话，再醒来就是不知道是哪一道真的是这样真的再醒来不知道是哪一道所以说。
其实真的啦，哦，这无常是迅速啦，啊，坦白讲，那时候华严经才感到，才感觉好不容易修学完了啊，他然后开始要一开始先讲十卷了，哦，这一看有厚厚一本，对不对？啊，文字又都是唐朝古文呢，哎，这样也觉得说，哇，不知不觉，哎，就是三本都看过了哈。哦，所以说三大生死劫说远好像很远，其实这个三大死劫的感觉是不是可能也是，跟这个感觉差不多哦？哇，原来三大死劫就是这样就过了，就圆满了啊！啊，哦，所以说，我们把握因缘啊，简单讲啊，然后你看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哦啊！你看今天早上哦，美国已经乱到这样了啊，哦，已经美国已经乱到怎样？已经攻占国会了啦，就是那些川普的那些选民不认输啊，哦，要去抗议啊，已经死人了，已经就是就因为你乱，那美国警察实在没办法，就是要开枪了啊，哦，已经死人了啊，哦，已经开始死人了啊。哦啊，所以说这个疫情也好，还是整个世界局势哈，其实真的是末法时期哈，是真的哈。那我们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真的啊，是好好的用佛法安稳的心啊，把握啊，因为无常什么时候到来啊，真的是不知道啊，真的是不知道啊。你看我们那两个牌位都是法善师父的算重要的亲人啊，一个是他的公公，一个是他的母亲，好，这也是来视线的，这两个前后差都一两个礼拜而已，啊，这无常说到了就是到了，啊，说到了，尤其他的公公啊，他公公，我那天去看他，隔一两个礼拜。他就突然去住院，然后住院到就突然一下子就走。他那天去还看，哎，不错，哎，很好，他会起来送我嘞。我根本就是你绝对想不到说这个人过一个礼拜就会走了。啊，那比那个样子是比邱代说还要健康很多的感觉。哎，邱代应该有时候有去过他家就知道嘛，哎，他公公。真的跟他很熟啊，对不对？就是一个感觉很有修养的，就是说很 nice 的老人啊，哎，很 nice 的老人，那也健健康康，哦，也是比较瘦一点而已这样，但是本来在家里就瘦瘦的这样啊，哦，哎，他还讲好说他在过年，我还跟他邀说他过年要来走走啊，他说好啊，有去有没有红包？我说有啊，你来我就有红包啊，哦，结果他跟后来我去他参加告别式，我说：“哎，你堂哥，哎，不是堂哥，是你叔叔，他的算，因为他两个差没几岁，他辈分，他要叫这个公公要叫叔叔啊。你叔叔有时候要来呢，他其实没办法来，你替他来。他这个侄子来玩的人说就说好好好，因为他跟他很好，跟他很好。”哦，所以说，无常迅速的啊，无常迅速啊，像我们真的人生哈，短短其实七八十年，我们大家是算盘算一算，我们大概还有几年啊，都是其实是在倒数了哎，真的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哎，我现在都也是感觉，你看我现在五十出头，我已经觉得是啊，是在倒数。嗯，在倒数啊，那所以说，我们都要好好珍惜，真的啊，都要好好的珍惜，啊，那继续加油啊，我们下礼拜啊，继续碧海法门啊，来继续加油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众请起立。